先按控制器这个按键长按，灯长亮以后，选择需要配对的频道，然后按遥控器背面这个按键，学习按键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学习了，然后就可以控制了。哎。点击添加设备，然后 WiFi 一键配置，输入 WiFi 密码，点击确定，然后快速按三下这个，灯会快闪，然后就等一会儿就可以配进去了。然后就添加通讯，然后返回，在窗帘里面，这个就是它了。我现在全部学了，就是我现在4个版4个遥控全部学了。放进去，然后转一下，需要练习就行。放窗帘里面，有点卡住，把这个往上拉，然后一转就开了。一个对，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就可以了。